你想几秒钟就赚几美元吗？你想挂机自动赚美元吗？让收入源源不断的增长，即使你在睡觉或者是在其他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有源源不断被动收入。接下来的视频一定不容错过，一定要坚持观看到最后。我会教大家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做。好的，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梦想总数。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款赚钱的游戏，这个就是一款 NFT 的。 炼油，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Pokemoney，翻译过来呢叫口袋妖怪。那它的运作模式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不过大家最关心的呢应该是如何赚钱、如何收益这块。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介绍如何样，通过这款 Pokemoney 这款炼油来赚取收入这一块东西。首先呢就说我们可以呢。 去抽盲盒，现在呢一个抽盲盒抽一次是三十二 u，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从市场购买十五到二十 u，当然也有更高的，我们呢现在就去看一下，我们来到这个抽盲盒的界面，这个游戏店这里，这里就是一个是三十二 u，我们呢可以多抽两个就是六十四 bUSD，我们呢也可以去。 我们的那个游戏商店看一下那个市场，我们去到游戏商店了之后呢，可以看到呢，呃，这里呢，我们呢也可以具体的购买，比如说这个是十七点九九 U，这个是二十六 U，这个系列都是十七 U 点九九 U，下面的这些呢还有不同的价格，就是非常之多，在左边呢也是这个呃宠物的一些类型，比如说格斗系的、幽灵系、精神系、岩神系。 然后呢，这里还有按稀有程度，五颗星、四颗星、三个星、两个星、一星。然后呢，这下面呢都是一些它的宠物的属性，比如说力量、敏捷、这个体质、意志、智力、精神。像我们在这边抽这个盲盒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抽中一个这个一百八十六元的话，那就赚了；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抽到十七元的，不过也亏不了多少。 现在呢，就是挖矿收益的话，初级挖矿大概是一个四百 nkg 每天，约等于零点六 u 零点六 u 的这么一个样子。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回本周期，如果是纯挖矿模式的话，呃，抽盲盒的话就是运气好直接回本，运气差一点呢也是会在五十天左右会回本。这个呢是扣除这个 NFT 本身的价值之后的计算。 因为这哎，这个 NFT 宠物啊，它本身也要值个几十 U。呃，如果是我们购买这个宠物 NFT 的模式呢，回本的周期呢，大概也是四十天左右。呃，因为这个呢，购自己购买的话是自主选择，我们可以购买便宜点的，也可以购买价值高一点的。如果说是挖矿加冒险这种模式呢，回本周期呢，我的估计呢，也是在四十天左右。 因为冒险的话会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存在，就是呢，我,我们去打那些 BOSS。那这个整体收益的话还是算很不错的。我们来投入基本上是十 <coughs> 十几 U，如果抽盲盒的话也是三十 U 的样子。然后呢，我们每天的收入的话，收益的话就会有零点六 U 的样子。收益的话整体还是不错的。那它的一个整体的玩法的话，我们呢也给大家。 简简单演示介绍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抽盲盒的界面，给大家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抽盲盒的形式去购买我们的这个呃宠物。这里呢可以选择这个数量，我在这里呢呃选择两个，买两个英雄。 我们来点击一下这个授权，这个就是要小狐狸钱包确认一下。我们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也要绑定一下这个小狐狸钱包，这个也非常简单，也有专门的教程。然后呢，这里呢有一定的 gas 费用，燃料费。然后呢，我们点击一下确认。我们稍等一下这个。 网速啊，有有点点慢。我们再点击一下支付，然后同样的，这个小狐狸钱包这边呢，要确认一下。然后我们等待一下，现在呢已经显示购买成功了，这里显示有 success。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打开。 这边呢同样的小狐狸钱包这里呢，直接点击确认。我们稍微等待一下。OK，现在显示已经是打开了，开始你的冒险。我们点击一下，我们首先呢抽到一个一级的，我们再点击第二个。 啊，这个呢，我还是是抽到了一个一级的。啊，我今天的运气呢也算是一般般吧，就是我这两个宠物呢都是两星的。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抽到了这两个宠物，这两个也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英雄吧，这个有些地方叫法不一样。我们来随便点开一个看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岩石系的，它总分是三百零七分，然后呢属于两颗星，然后呢它这边呢可以看到一些它的性质，就是意志啊、什么智力啊、精神力量、体质。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只呢，它属于一个格斗系，它的体质是八十一，这种呢就适合来去。 法怪使用，我们呢也可以到那个白皮书这里呢来看一下这个呃英雄宠物的一些性质。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呢，这里我选择这个格斗系，然后呢我看到我这只宠物啊，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它的主属性呢是力量，副属性呢是那个体质。 那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下第一种收益、挂机收益、挖矿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呢也可以去先看一下它的这个白皮书，这里来点击 NKG 挖矿，然后呢，这下面呢都是一些它的介绍。这个等级一级，然后呢，每块工资是零点零一个 NKG，然后一天呢大概是四百个 NKG。好了，下面呢都是一些就是说。 等级二级，然后呢，这块呢每块工资要高一些了。下面呢，下面呢都是要高一些。那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下挖矿到底是怎么样挖的。我们首先进入到这个游戏里面，然后点击这个 NKG 挖矿。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呢有很多的这个矿区。 像这些呢，都是有等级要求，二级，这个也是二级，这也是二级。然后呢，我们来，开始呢，只选择这个 p a r t time j o b 这个矿去进行一个挖矿操作。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呢，我们选择我们的英雄，我们来就选择第一个英雄啊，这个选择一下，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工作。 啊，同样的这个小狐狸钱包这里呢，也要确认一下，我们点击确认即可。啊，这样呢，它就开始自动给我们开始在挖矿了。我们这个现在开始工作了，全自动赚取收入。我们呢可以看到啊，它这里的工资 N K 七一直都是在变动当中，就这么一点点时间，已经达到了零点一一七。 NKG 哦，零点幺四四零 NKG 了。现在呢，我们去到第二部分玩法冒险，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我们来，同样是在这里游戏，然后点击这个冒险，点击一下。然后呢，现在的话，我们暂时可能就只有点击这个五道馆进去，一 VS VS 一，S, 1, 我们点击进去，这个是加载中。 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冒险的这个界面。那我们呢，我就拿我的这个第一个英雄去 PK 一下。我们点击一下进来。嗯、呃，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击一下这个 Start 就可以了。点击一下。Not Elaf NKGPMN，这个呢，我们要去兑换一下。 那我们到这个用户中心钱包这里来，储蓄这里兑换一些，就是说 N K 七，我们兑换个八百个吧，八百六十个。好，点击一下授权。同样的，这个小狐狸钱包呢，我们也要确认一下，点击确认即可。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游戏界面去。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跟那个 BOSS 进行一个 PK 了。 这个 PK i 也是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全自动的，所以不用我们就说去操作点击什么东西。你看,看我，基本上你一下我一下就这样打。啊，这个呢我是把它就是干赢了。现在它的第二个，看一下我能不能够把它消灭掉。 他没有打到我，我打到他了。看来我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可以的嘛，虽然是一个两个星，但它的属性确实比较强悍的。啊，现在呢显示我已经是 PK 胜利了，Victory。然后呢，我获得了这个 NKG 八百二十五个，然后呢还有这个。 零点零三个 P M Y，这个 P M Y 的价值呢是远远大于这个 N K G 的。它这个游戏呢是双代币的模式，所以说呢也是，呃，这个研发方呢也是比较有实力的。然、啊、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确认确认按钮啊，这样呢我就是赢取取了，就是说八百多个这 N K G，还有呢就是那个 P P M Y，所以说冒险的话，收益的话其实还是。 蛮不错的，我们来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 NKG 的它这个跟 U 的一个兑换一个价值，现在一个 NKG 呢就相当于零点零零幺四 U，刚才我已经赚了八百八百八十八个呃这个的 NKG，然后呢基本上是呃接近接近零点九 U，就是差不多一美元了。 所以说呢，我完全是赚了。另外呢，我还赚了，就是说一个 P M Y，P M Y 代币，这是另外一种代币，它的价值呢还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些呃白皮书里面的一些介绍。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用户中心这个钱包这里看一下呢，我这里呢已经是获得了有一千多个这个 N K G，然后呢还有这个零点零三四个。 P M Y 的这两种代币，我获得了这个两种 N A K G 和 P M Y 的代币，我们刚才也在这边呢也计算了一下，就是大概呢也有一个一美元左右的一个收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呃收益的话还是非常的可观的。然后的话，我再教大家怎么样去变现，我们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小狐狸钱包。 我们点击之后呢，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NKG 点击一下，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兑换 Swap，然后呢，我们输入一些呃这个 NKG，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个代币，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USDT，选择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审查交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兑换成 USDT，然后呢，我们再上到交易所去就可以把它变现成我们的。 呃，人民币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货币，美元呢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呢，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我们的挖矿收益。你看现在呢，我的这个 NKG 呢已经达到了五点多了，这个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有这个五个 NKG 的收入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虽然没有冒险这么快啊，但是我们这个 NKG 这个挖矿收入啊，也是属于自动傻瓜式的，就是说一个被动收入的。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NFT 游戏的干货啦、啊，一个躺赚躺赚游戏啊，就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当然呢，我们现在呢也要给大家讲一下，呃，讲的开始呢，我们就讲了一些它的收益分析，然后呢也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然后呢也是一些基本玩法呢，也给大家实操了一遍。最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开始。首先呢，我们是要准备一个小福利钱包。 然后呢，填写我的这个专属邀请码。填写了我的专属这个邀请码之后呢，就是我们在开盲盒的时候呢，更容易开到一些就是说价值比较高的一个英雄出来。那我也会把我的这个邀请码呀填到我的描述栏的里面下方。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在这个白皮书里面呢都可以看到，尤其是我们开始点击开始使用啊。 有这个小狐狸钱包的详细的使用教程，非常的详细。这个我们只需要安装它这个浏览器插件版本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些这个 B S s B S C 链呢，就是添加进来，这里都有很详细的步骤。这些呢都是填直接填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呃，这个呢，如果大家搞不明白呢，我后面呢还会出一期专门讲，就是怎么样添加这个小狐狸钱包的教程。 呃，好的，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然后呢，呃，感谢大家的观看，好的，谢谢大家。